何运动都要采取渐进式的活动，把身体渐渐带入适合运动的状态，提高肌肉、肌腱、韧带以及关节的温度、柔软度，使之容易收缩，降低受伤的几率。暖身运动能使身体各部门有时间准备将要面对身体的活动。松身运动就是演练太极拳套路前的暖身运动，是由何正吉老师所编创，借由肩、颈、腰、脚踝、膝关节的松开，不以拉筋来达到身体各关节的放松为目的，避免练功时身体受到伤害。现在开始介绍松身运动第一个，重心依恋在右脚，左脚膝盖放松，分开左脚与肩同宽，移到两脚中间以后，颈部活动，颈部放松，顺着时钟旋转，在旋转的过程当中不用拉筋就用放松，用心理放松旋转。大约旋转十次以后再回旋逆时钟旋转回来。让你颈部浪浪的舒缓不用力量用意念。是第一个动作颈部的活动接下来做肩膀的活动，肩膀由前转向后面也是放松这样的旋转。记得肩膀上来的时候不用力量是用意念往前，由前往后。手背的放松接下来回旋这肩膀活动完毕以后，就是腰的活动腰旋转依恋在右脚，肩膀放松旋了，立身中正，手背放松，好，接下来做也是弯腰的活动，颈部的活动，颈部放松，慢慢往下弯不用力量一个关节关节往下弯的时候慢慢最后的动作把头部放松，颈部放松以后起来的时候从尾离慢慢上来，一个关节关节慢慢上来，把背肌挺直以后再把颈椎挺上来把它连续继续颈部放松往下弯。头部再放松，然后起来从尾离慢慢上来，一个关节关节慢慢往上挺上来同时不用力量再把颈部上来以后继续再一个动作头部放松，颈部放松以后慢慢从尾离慢慢一个关节关节慢慢起来，然后再把颈椎上来再一次颈部放松
然后再放松，然后再从慢慢的从尾鳍慢慢上来，用意念好，不要用力量。好，停。接下来脚踝活动，好，重心左脚，你右脚尖，记得不用力量，用意念向外旋转。好，内旋。好，换左脚，重心在右脚，好，脚跟离地后，是用先外旋。好，然后再内旋。好，停。接下来哈，这是细节活动，重心左脚，好，意念把右脚上来后，大腿与腰间同高，小腿好前后摆动。啊，记得不用小腿的力量，是用心里的意念。啊，接下来内旋。好，外旋。好，换左脚的时候，重心依恋在右脚，左脚膝盖放松上来以后，前小腿前后摆动。好，内旋。好，外旋。好，停。接下来就松身，那个松身不老法，两个脚跟离地，用前脚掌左右轻轻的弹跳，放轻松哈，肩膀要放松，手背放松。好，停。好，以上就是我们松身活动。